我们是无名氏女侠。我叫安娜亚。我是阿姨。我叫克里泉。我是塞勒。我们今天去买衣服。你喜欢这个 T 恤衫吗？我不喜欢这个 T 恤衫。那你喜欢那个牛仔裤吗？我喜欢，很好看。你喜欢这个黑色的裙子吗？我不喜欢。你喜欢这个咖啡色的裙子吗？我不喜欢。你喜欢这个深绿色的裙子吗？我讨厌深绿色。你太挑剔了、你们好，你们也在买衣服吗？对，我们也在买衣服。你们想拍抖音吗？好啊，我喜欢抖音。一二三，开始。我们太酷了，你们太自恋了。谢谢观看，谢谢观看。